一连两场的林忆莲演唱会2012 Part 2 3月3日晚在香港红磡体育馆拉开帷幕。林忆莲开场即在舞蹈演员环绕下以透视薄纱装束登场，但手臂上贴有纹身，造型狂野性感。此次演唱会的曲目以舞曲为主，林忆莲的舞步在近日的认真排练下也比 Part 1演唱会更加熟练自如。演唱会中她亦与舞者走遍全场，与观众近距离接触，引全场观众热情如潮，兑现了此次演唱会火热程度超越 Part 1的承诺。而绯闻男友龚硕良也为此次演唱会担任鼓手，共为歌迷奉献一场精彩的音乐盛宴。